今天中国富起来了，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、通讯啊，都很发达了，很简单了，是吧？还应该不应该移民？需要不需要移民？移民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我一直坚持这一点。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，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，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，试一试，试一试，试成功了，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际。试不成功，你再回来嘛。侨外移民给的钱不少啊。试不成功，你再回来嘛，交学费嘛。我觉得先移居吧，先移居。在考虑于移民，因为我觉得看世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世界那么大，你哪知道哪儿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，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。我强烈建议现在有本事的人不要听我讲，哎呀，我明年移民到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，这算什么玩意，全世界多人都知道。你有本事现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，到那地方当酋长，那才是大牛，是吗？那现在我估计那个能免签是吧？直接非洲人民欢迎你。那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嘛？我们那个年代讲的真的是一去壮士一去不复回那种感觉，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我就不回家，衣锦还乡讲。现在不是嘛？我可能去为了某些原因安顿了小孩，或者说拿了护照飞来飞去。现在都是在城市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，所以刚说其实移民，假如不管叫移民还是移居，有一段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非常美好。对，所以其实呢，我现在觉得就是说，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哈，就是有那么一句话，这个中国人呢，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，我已经看到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未来也必然是这样。就是说啊，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都会有华人。这其实从历史上看，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没有关系。最近你看，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，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，就是说中国好像什么曾经有个阶段闭关锁国，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，比如说明清时候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。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，是一个误读。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，比如说丝绸之路，或者说是这个海外，比如说宋朝、南宋，这个中国包括这个郑和下西洋，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，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。大部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时候啊，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往海外走。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，他们也往海外跑，对吧？这是南洋华人。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，他一样都往海外跑。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，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，是不成问题的事实。现在已经遍布全球，已经遍布全球了。刚才说有太阳地方就有华人移民，现在没有太阳地方也有华人移民，就是北极南极。北极南极，北极南极，我的普通话。没太阳吗？那个地方一年大概八个月。极夜的时候，对对对。你像那个，实际上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我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刻：一部人类文明史，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，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。华人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。哎，人多嘛。确实说的啊，这个英文不好是不是头一个问题？我想比英文不好更严重是钱的问题。如果你钱很多的话，英文不好你照样可以到处移民。然后就听人家的话说，你要想学好英文在美国，但有两个途径，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。第一个，不管什么女的，只要愿意跟你两个同居都可以。然后呢，你跟他学英文，你是吧？你跟他干活。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？就是美国同学啊。这美国同学不错。李银河，我觉得是李银河。没错。第二个呢是最简单的，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。他说，你啊，买一个最便宜的黑白电视机，因为那个彩色电视机很贵的。然后你有事没事电视机开着，在里面听那个脱口秀。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呢，我的英语大概就十句话而已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。而且很穷啊，特别穷。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。真的？那当然。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啊？但是你要穷的站着睡了，没得躺着睡，房间太窄。天哪！他用站着睡了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差不多。你腿太长，房间太窄。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。十五。十五平米。十五平米的房子住两个。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，1.8米的，而且你知道那个房
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，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用掉我工资二分之一以上，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，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因为语言的关系，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，你要像啊，有这种感觉吗？有这么厉害吗？96年的时候，你要去问路，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，是直接弹开来，他害怕。为什么？我不想你要抢他钱呢？不是，怕他割他的肾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一栋大楼里面，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臣氏，我想说，哎，他应该很容易可以回答我问题，我就跟他对不起，我可不可以？我话都还没说完，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弹到最里面去。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在当年呢、这个实际到今天也可能也有残留，就是香港人啊，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，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。这种瞧不起，你知道吗？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，我还曾经记得，就是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，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，港台给我们录一个那个广播剧，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，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啊。跟我一起录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，就是到了我的台词儿，哎，我上去录，到他的就，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嘛。那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，他拿这个纸巾，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啊，他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敏感的，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。你知道吗？非典，不是，他就是臭不臭呢？那时候不是臭啊，就是那也不注意，不注意个人卫生，是吧？好几天不洗头，对吧？但是我就感觉就是哇，我说你至于吗？在这儿，哎，录完了什么什么，啪，马上弹开我，就像你说的，就让我想起来，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？就是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，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。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英文跟广东话，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，而且我真的觉得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，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，而且有距离的。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弹开。我跟你不同，我就是我当刚到香港来之前，因为我在广州7年，所以呢，你也会说白话的呀，买塞听唔塞讲，就是但是你会听啊，你就认为你会讲。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，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，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，所以呢，我就到了香港。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，我冲着一个叫Johnny的一个撰稿啊，我哗给他砍了半个小时，最后这Johnny说：“哇，窦先生，你的国语东莞口音很重啊。”所以我觉得，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，移居也好，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脱离自己的舒适带。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，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个尊严吧，要去学当地的语言。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啊，连女孩都欺负我。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，他们就哎，你点吧，我想吃。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，他说点，跟他讲说哦，要菜心哦，菜心，菜心叫菜心，厨山，我要脱衣，但是菜心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，菜心太高兴了，太高兴，我很好奇那个家辉学这个话就成性骚扰了，不是那个我很好奇的服务员怎么反应啊？我是假如是男服务员一听。马上把电话号码。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儿，他们就这么整我。那时候很受伤害啊，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，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，你不可能学语言。他说这个事，我问你们两位啊，在美国这个生活，你觉得最初的时候啊，这个最受伤的事儿，你记得吗？有一或者有这种创伤性经历吗？讲几句，讲几个创伤，因为我创伤太多了。讲一个还是讲两个还是讲三个？定春秋，要不就是春秋吗？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？就在匹兹堡大学上课，上那个基础课，就是我们读博士学位的基础课。我们班上大概有三十来个学生，外国学生嘛，大概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。我大概是在班上是三个亚洲人之一，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，
但是我拿的是匹兹堡大学大学校长的奖学金，是全大学最高的奖学金。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，一个问题不敢提，老师布置作业听不懂。两个星期下来，班上两个男白人同学，男的，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，他们自己在付学费的。那个眼神呢、啊？虽然我不懂英文，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像你这种白痴也值得把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？他直接讲 ，no， 我就要读懂他的眼神。你觉得是丁老师翻译出来的？你想多了吧？我一点都没有误读他们的眼神，眼神是有语言的。你没办法证明啊？那可以证明呢？可以证明呢？可以证明，可以证明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症。这是第一个受迫害妄想症。你要问我多得很呢。佳辉来一个。但是丁老师，你应该回他，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句：我最喜欢那种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。解决。是啊，我拿。这是人家的钱啊，这句好像最近表情包嘛，蛮有趣的。我那个脸皮比较厚，所以都没有觉得受伤害。我的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，我不会这样想嘛。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，一定想约还是约我吃饭什么哈，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。然后呢，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，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呀？那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一起读博士班的啊，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小冲突，她直接就说我一句话，你看李佳慧整天对着我们香港自己中国来的学生臭着脸，黑格上你说我黑口黑脸，她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？我说有吗？她说是啊，你看着洋人就笑口眯眯啊，就是我崇洋媚外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我就很受伤害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，可是我觉得哎，我对于洋学生可能会笑容比较多。为什么？广东话说以笑遮丑啊，以笑遮丑。英语不好嘛，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，我就只好笑了，特别的友善，特别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。 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，根本不懂他讲话。那别人看起来呢，就是说哎，你对洋人崇洋媚外，对于我们自己人呢、啊，黑口黑脸，我觉得我蛮是伤害的。这个他讲的这个情况啊，我把你跟你讲那个情况，我们倒遇到一个住在一个楼上，我们那个三层楼，那个第二层楼一个老王，我不好讲名字，我记得他是东北来的，他是学那个汽车拖拉机专业的。哎呀，这哥们比我们当时要大个十来岁，他已经是中年人了啊，我们那时候小青年。他跑到美国去以后，他英文比我们还差，但是他胆特大，每个周末都请同桌来吃饭，跟你一样。他和临走的时候就做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，是在匹兹堡，人人皆知，就是华人呐、啊，人人皆知。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已经立定为回来以后要当院长。他走的时候，大概是个系里的副主任，所以呢，干部说你到美国去，美国很腐败，要注意不要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腐蚀，回来以后就麻烦了。然后他临走的时候，就跟那个学校的那个卫生所啊，要了一大堆的那个避孕套、卫生套，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。然后随着他跑到美国去以后，好像没什么机会用，至少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。他是访问学者，就是十个月就要回去了，不，我们是读学位嘛。临走的时候呢，我们到美国去跟美国人学，就是叫 yard sale， 就临走的时候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嘛，就放在那个前面花园里卖掉嘛。他把所有能够东西拿的都卖，其中呢就包括来带上一大包的避孕套啊，放过期了吧？我们一看以后就傻眼，说老王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卖，因为这个传染病呢、啊。他说我这也没用过。我们讲人家也不知道呀、啊，美国人不知道啊，你这个在美国卖了，也不在中国卖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他马上回去以后就拿一个大白纸牌，然后就用打那个粗的那个笔就写个 Never used， 从来没用过。那才新鲜的。这就有像有些观众这个黑我说我的大脑最值钱，因为是新的，从来没用过。但是这个我再插一个题外话，这句话没用过可以很幽默哈，黑你可以很哀伤的。有人说全世界最短的小说是什么？从来没用过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，据说是他写的。那么就是说那个两句话，就是那个一双
一双婴儿鞋子啊，这是 baby shoes never used，就是一双婴儿鞋从来没用过。哇，就很多故事啊，很多想象，对不对？想象，那当然。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买了浪费吗？还是那婴儿很不幸去世？整个马上他什么都没说，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到脑海的小说再出来，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，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，你的大脑 never used， 我们就想。但是你知道，对于我来说，为什么我不去？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呢。你到了那儿，就是你看我在香港，对吧？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，还能通行江湖，我能应付一下。我有过一个体验，就是说啊，你真到了美国，就是英语不行啊，什么叫寸步难行？我约略能够想象，因为我经历过一次。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，你知道，就是去这个纽约啊，我们一起出公差。我第一次去美国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，我当时就发现，如果我要去了，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，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，就从早到晚寸步不离，一直到即便到你回房间里，就是到最后，这到最后是半夜，鲁豫在我面前说：“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？”狂气就怪。在挪威奥斯勒，我就看到一个韩国人。仅次于你的智慧，还没你们好。他带着老婆带两个孩子，他要喝牛奶，他英文也不行，那根本讲是挪威语，挪威语很难讲的，我都听不懂。他后来讲了好半天，孩子要喝什么样的牛奶，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不带脂肪的，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，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全脂脱脂，就是很复杂的，搞了半天。他对方那个父母也听不懂，结果他在想这个绝招，孩子要喝吗？就喝妈妈的那一种，对啊，哎，然后呢，他说我跟我太太也喝，这是什么呀？非常生动，这是脱脂的吗？脱脂的，哎，他认为这是脱脂的。哦，这是牛的，这是牛的啊，这是人的，这人的，哎，然后父母一看就马上明白了。No problem 光美你讲真的不一样，没有，我刚才我只是想要讲，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呢，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。就好多年前有一个也是在美国的案例，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，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很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去检控你啊，或者是干嘛你 OK， 他截停你，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，就我们看见离开你的车子，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，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，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。对，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，那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，我是有执照的，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，你一伸手完蛋，噼里啪啦，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，把你痛打一顿，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。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，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，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。嗯，是是是。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，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是有生命危险的。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因为这个语言。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，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，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，不，我不用，我不用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我出公差去美国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，就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，哎，我就跟家辉说的，说对老外，对笑脸相迎啊，我们去派我去公司，派我去美国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选美比赛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，早上6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，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嘛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，就是像你说的，人家说啊，这个外国人呢，你见到他要笑，对吧？在笑。然后呢，黑口黑脸，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一个女的，一个大肚子，长得还挺漂亮，我怀孕的啊。那个女的见到我，她一点也不笑啊，瞪着个大眼珠子这么看着我。我这，然后她就问我一些，我也听得半懂不懂，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，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？我说salary， 我说收入是我的 company 给我的呀。
他说这个你的 company 是在香港给你的还是在美国给你的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我管他在说什么。然后呢最后就会说急了，就是说那这个什么你这就挣钱还是不挣钱，跟我说半天这个事儿，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什么的，我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。我最后急了，我就跟人说，嗨，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，他爱给多少给多少，不能的，违法。走了，就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怎么回事，我都给你弄好了，你出公差给拒签了。后来他就说我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，香港美国领事，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说啊、哦、说这个女的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，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，然后呢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没有理由的冲他呲眉呲眉笑，因为谄媚，他是觉得心里有鬼。那我跟你讲，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这种误会啊，可大可小嘛。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夏威夷，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、表情的误会还有行为的误会。干嘛呢？我下飞机你要检查行李入境，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哈，那个海关看我那个行李，然后瞄我几眼，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嘛。我们看到老外都是笑嘛，哈，哎，这挤眉弄眼的这样笑哈。然后呢，他突然本来对我笑，突然不笑，凶起来，脸凑起来，我说干嘛呢？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把我抓进房间，搜身，全身搜，身体所有的部分你能想象的，他都搜了。那我无所谓嘛，我清白嘛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。当然搜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没关系，因为我心里想，好啊， you ask for that， 你要求的，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，你要看就看嘛，这样。然后呢搜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嘛，清白他出去。那老外也很好，那给我道歉说啊，抱歉哈，给你带来麻烦。我说到底 what's going on， 发生什么事啊？原来他挤一下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，发现有避孕套。他说、啊、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吧没用过，没用过的 never use， 但是你带的可能你带的是用过的里面原来过程里面啊，我记得他检查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？不是，第一个我很年轻，第二个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，他说我记得他收行李的时候问我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在美国有 girlfriend here？ 我说没有啊，这样。然后呢他怀疑，原来他怀疑我用安全套来运毒、哦、藏在身体什么地方、哦、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怎么会自己从香港过来要带着安全套了100多个？那他不了解家辉的过，所以以后我都警告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啊。所以你看听上听移民呢、你看我看那个字、这个桥外移民，其实中国人这个桥字啊是很有意思的，最早的是一个人，这个地方是那个桥、那个乔装打扮的桥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你要移民的话，可能就是跑人家国家去乔装打扮，又伪装出来，所以才有这么多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谁给你的这个植入广告？我刚想起来，丁老师今天能发财，我帮你要，我帮你要。哎，而且你讲，对不起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，就是说当地除了语言之外，法律这件事情，我们刚才也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例证。你知不知道在美国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带你的随从或者是助理去过美国。随从我听起来像个贵族是吧？他出门是十几个。我就是鲁豫的随从啊。不是，你如果真的有随从或者是助理人员的话，你最好问问清楚，因为你可能需要付他额外的工资，按照美国本地那个州那一个州，因为每一个州的最低工资是不一样的，你要按照那个州的最低工资按周薪付给他，否则如果他去投诉你，或者是有人检举你，或者是这件事情曝光的话，你有可能吃上官司的。吃上大官司，而不是小官司，大官司，虐待劳工。所以有一年我因为有一年我因为带了全家人一起出去，所以那一年我把那个家里的阿姨，菲律宾阿姨一起带出去了。那一年我就按照加州的最低工资，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小时是$8.多，我就按周薪给他。他一直跟我说不用不用，我除了香港的那个工资照付他之外，我还付了他美国的工资。他一直说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说
用用用。你说你不用我就要坐牢了。他发了一笔小财，可开心了。哎，你们说今天中国这经济啊也好起来，现在开始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，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儿？就是你看，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，叫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。在纽约，那不是我们后了，比我们后。那个作者姓曹的，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，年过七旬了，回来了，回来在北京又写了一本书，叫什么呢？《纽约人在北京》。你看，他就说，照他的观点，他就说啊，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？叫做儿童的天堂，青年人的战场，老年人的牧场，就坟场，老年人的坟场。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，你觉得那个好啊，空气好啊，这好。他说你，但是他提到一件事儿，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，都是负债的。就是在美国，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你还是个人。你要一没这个工作，你立马成孙子，就是因为你房贷、车贷、学贷，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，就是说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，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，你就丁老师，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？当然，当然，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，老华侨们，我看了老华侨们就看出来，当然那是个老华侨，大部分都还是所谓劳工阶级，在中国餐馆里面打工的那些老华侨，你发现很多的老华侨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。都想回到故土，哎，他说回到故土，我这点钱也能够使我每天喝点小酒，溜溜狗，走走路，是吧？在美国就很惨了，因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医疗保险。那就现在你那个问题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郑老师当年你叫你在美国，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移民嘛，聊移民我就一下就想到他，他当年你知道在跟名人啊曾经同居过，跟这个。今天是李银河的夫妇，这个已经去世的那个王小波，对吧？对，他跟王小波呢曾经住在一个小楼里，而且呢，他住的那个房子啊，是他去美国李银河帮他租的。是李银河原来是我们一个单位的，哎，对，我住过以前是我们一个单位，但我那时候没见过他的面。你当时去美国为什么让李银河帮你找房子？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位，而且我们是一个研究室。他不像我早10个月到美国。拿的是同样的这种资助，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当校长资助，所以我当时人家就说到美国去跟中国不一样，对吧？在中国我们这些单身汉是不交房费的，因为你住集体宿舍嘛，说到美国去那点钱哪能起付得起房费啊，你得找人帮忙啊，都不然你就坐到马路上，我想他们坐马路上给警察给抓起来，然后就偷李银河找，李银河真的给我们找到了小阁楼，但我没你那个胆量，就把阁楼在外面再盖阁楼，没那个胆。哎哎哎，这丁春秋是一下就扎一针啊，一下扎一针。我来作证，他拆了，因为他拆了之后有抑郁症，整天说佳慧，我越想越不服气，可是没办法，要守法是吧？然后要看风水，又这个那个，最后他看破了，不是这个事就因果嘛。当然，既然这个丁老怪揭发了我，对吧？我也不怕给大家承认，因为这本身就是新移民的一个问题。对，我今天我跟广美还说呢，我说聊移民，就主要是他们俩说，佳慧在美国生活，丁老师对吧？后来广美也启发我说，咱们在香港生活也算移民呢，对，内地嘛，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，你是台湾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，我现在想聊移民找我干嘛？我没移过民，后来一想，哎，不是，我好像也是一个算移民，还移了两个地儿。所以你看，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内地，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违章，咱们内地叫违章建筑，很多人家在阳台上盖一个什么，然后呢，你看我在香港跑马地买一个这个房子，有那个天台，我买的时候啊是这个人家卖给我的那家上面是加建了一层，那已经加建了几十年了，但是呢银行要给你按揭呢，按香港法律你全得拆光，拆光了，我说我搭个这个简易棚嘛，我搭个简易棚，而且呢你看这咱不了解人家这个本乡本土的规矩，我就得问当地人，这就说明呢问当地人你也得问对人，对，我问的是我的那个装修佬然后那个我那个装修佬在香港装修40年了，加上他爸老豆，说我老豆很有经验的，说这个请金呢，就是钱建，说你这种性质的
没有问题，不会管到你的。然后就是说我给你建啊，然后呢就是说你记着啊，乌鱼署呢会给你发信让你拆，但是呢你不要理他。一般来说呢，就是说你要等到一封粉红色的信，粉红色绝对的，那个时候你再拆。然后但是一通常到那个粉红色的信呢已经两三年就过去了，哎，你就还能享受啊。所以我说好吧。你这装修老是哪个村的？新界的。新界的吧。对对对，他拿了新界的法律，他拿的不是跑马地的。结果最后呢就是说给我信我都不理，不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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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呢粉红色的信一直没等到，等来了一封黄色的信。然后我一打开，叫乌鱼署现在检控你，请于4月27号到东区裁判署提堂，我成被告了，你知道吗？吓得我，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这个装修老就说，哎，没有那个粉红色的信呢。他说，哎，不要紧，你赶快拆。好，这就赶快拆。拆了之后呢，就是说先认罪，你要法官大人，我都拆了，我都拆了啊。然后就是罚款不等。最后因为我呢还常在内地工作，人都不在香港。说请一律师，就花15000请一律师，当庭罚款10000。所以你看，这说明我这算不算新移民的？当然新移民的，但你这个情况啊，比我们遇到那个情况呀要仁慈的多。我们刚到美国去的时候，听到的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震撼呢，是两个韩国人，他跑到纽约去，在纽约餐馆里面打工，然后呢，纽约冬天很冷，他们想吃狗肉，说怕4年想吃狗肉。结果他们一点英文都不懂，我们留学生嘛，多多少还懂点英文。他跑到超市去想买狗肉，超市怎么会在美国有狗肉呢？然后这两个哥们实在是熬不住了，就把人家那么宠物狗给偷吃了。哎呦，偷狗偷吃了，这两个人并不认为是犯罪行为，关键问题在这里，就跟你一样，前进一样，他并不认为这个是违法的。他们把那个狗吃了以后，就把那个骨头就包一包，以后就扔到他们那个前面那个垃圾桶里面。结果人家后来又。找，终于找到了。一找到以后，这两个判了6个月。哦，本来说还要判的更多。不是，他不认为是违法，是说不认为吃狗肉违法，还是不认为偷人家东西违法？他们认为不认为偷狗，谁都知道违法。他们不认为吃狗肉是违法，他们更不认为偷人家狗是法上加法。所以对啊，没有。其实文涛，你是那个科技进步的受害者。我觉得因为这几年啊特别严格，因为有航拍，嗯，他们那个政府执法，真经常你以为他叫小孩子在玩吗？没有，他在执法，放个飞机看你们这种豪宅啊，谁这违章建筑了就抓。我不算豪宅好吧？对，其实他都不需要航拍，他那个都有纠察队，你的邻居就是纠察队了呀。纠察队，你说那个像北京人讲的这个什么小叫老太太是吧？对呀，朝阳，北京有朝阳大妈，跑马地也有。香港有爱投诉的市民是吧？哎，广美，你看你能分享分享吗？就是说这个移民怎么适应新环境？我为什么找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移民，曾经是一个新移民，因为我觉得。我老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宇宙里面的，就是你把我放到哪里，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自得其乐的，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人了。家辉也是跟这个丁老师一样，是移民。你在美国生活多少年？我不算移民了，因为我经常这样分开，移民跟移居是两回事哈。移民的话，你就是有一点连根拔起的感觉，至少是一个长期的嘛哈。然后呢，你跟那个环境建立关系。那我在美国几年就是移居嘛，我从我去的第一天我就清楚。我不会在这里拿什么绿卡拿护照，不会。为什么呢？我学完就走，因为英文不好啊，很憋啊，很憋啊。那我而且我就是爱吃狗肉嘛，以前没有了，我不吃狗肉，不要这样看我，我配合丁老师的口味而已。你只是爱偷狗，叫鸡鸣狗盗之徒，在哪儿都好混。精明啊，不是。然后呢，那个。后来当讲师也拿了最佳讲师，那学校呢看我毕业的时候就叫我说，哎，要不要考虑，假如我留下来呢他们会替我办。那我只有当天也考虑了2个钟头而已，那我觉得我英文还是不好，留在那边8年了，有时候讲课我还一边讲一边心里在笑，心里想这些洋鬼子学生真的听得懂我说什么吗？然后我就决定不要了，我就回来香港。
闯荡江湖，而且那时候刚好1997年嘛，我就想回来见证这么重要的这个时间，就